中，当然他要用持球为主来搭配他变化球才能够产生效益。这个外角球在中间方向留不住了，这是一发全垒打，这是高国辉在伤愈复出之后的首轰，也是他今年球季的第26号home run。这一棒打击出去之后，我看到罗国荣一直退一直退啊，最后还是没办法把球给拦在场内了。到七位投手才完成了9局的投球。李义泉这一棒中间方向打得也相当扎实，罗国荣拼命的往后退往后退，最后只能目送这颗球出去了。义大犀牛今天团队的第二发全垒打来自于神拳李义泉。哇，闷了相当久啊，神拳总算用这一发阳春炮啊出口气啊。四局的上半靠着林权这一发阳春弹啊，现在义大犀牛也把分数追成了2-3。打击轮到陈凯伦打第一球，一样是找中间方向，罗国荣拼命的往后追往后追，结果这一球出去了。三垒手邱景彦先生说这是一支全垒打。哇，单局第二发的红不让陈凯伦这一棒啊，不止把追平分给送回来啊，同时自己也代表着球队的超前分，今年球季的第二号红不让。现在义大犀牛把分数改写成了4-3。这一棒打击出去，在中间方向又是相当深远，又出去了，双响炮。李义泉连续两个打席啊，面对布鲁斯都开轰。这是一发2分打点啊，中外野方向的全垒打，今年球季的第15轰也出炉了。高国辉、林威廷抓第一球出手，在左外野方向飞行的距离相当远，出去了。这是一发全垒打，义大犀牛今天单场的第5轰，是由第6棒的林威廷所贡献的左外野方向的阳春炮，义大犀牛再添一分。从第4局开始啊，局局都有得分啊！这发全垒打也是林威廷今年球季的第12轰。吴金龙打第一球，在左外野方向很高很远出去了，这是一发2分炮。吴金龙也加入到了义大打线今天的打击 party 啊！李德勋的这一棒在左外野方向又来了、哦啊、又来了，又是一发红不让，单局的第3轰。林哲轩也成为了今天义大犀牛第6位有全垒打的打者了。偏了，这一球就没偏了哦，换左外野方向，这一棒又高又远，又是一发全垒打，单场的双响炮。胡金龙加入了林义泉，单场贡献了2支全垒打，这又是一发2分弹，送回了垒上的林伟恩，今年球季的第7轰跟第6轰同场出现。所以现在义大犀牛单场挥出了8发全垒打，是追平了联盟纪录了。呵呵，一打而已啊，一打就来了2支啊。对，第一球接外球稍微开偏了，第二球的时候他的球就开到比分来到14-3。再看一下王玉甫还是选择用速球来跟胡金龙对决哦，这一次胡金龙没有错过了左外野方向的2分弹。今年球季胡金龙第2次的单场双响炮啊，前一次的对手是拉米戈桃园，这一次苦主变成统一狮队。